Jeffrey 他这个油的这个感觉，可能鸡蛋会煎糊哦。我是感觉鸡蛋快被你打糊了，真的。鸡蛋快被你打糊了。可以了，谢谢。 你有女朋友吗？没有。很容易吵架吧？不会。哎，我们定一个目标数字吧。我们这一整季要1000万，这次要定多少？然后一整季是1000万，1000万，对。千玺，今天定多少？你来打个数。又100呗。100吧。慢慢的来吧，80吧，70吧，50吧。<笑>先试试嘛，因为我们不知道呀。 但是50会不会太少了？先，以我的流量，起码要5万。5万吧。你认5万是吧？我认4万5。我导播不认。打扰了。我导播不认。杰夫，其实你很好笑的，一点不尴尬。你很好笑的，真的是。 我现在有我们片头曲的那个伴奏，听着那个声音，每个人说几句，好不好？就是你们自己的感觉。没有啊，最后我们就选2个嘛。亲爱的，回家了吗？在拥挤的房间里面。稍等，稍等，房间为什么会拥挤啊？ 因为你有时候你以为你只有一个人，其实有很多人，好可怕！鬼故事节目。